好，请问是什么问题？各位同学好，我们继续了哈。好，那首先我们经过我们把这项指令考完以后，它就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create 一个，它就把这个资料夹变成一个 git 了解的 repository 哈。好，额外介绍一个东西好了，其实所谓的 git init 不过是 create 一个叫点 git 的资料夹而已。可以看得到，就是它不是 create 一个叫 git 的资料夹，里面有写 git 的设定档啊。这个答案千万不要删掉，也不要去碰它。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千万不要去碰它，也不要去改它哦，除非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干嘛的哦。那这是 git 的 NIT 做的事情哦。
那我们下一步咯。好，一个 repository 设定好呢，那我们还要做一些设定哦，就设定说你在这个你的，然后设定说你的 username 是什么啊， email 是什么，然后设定完以后还要再要处理一些跨平台的问题哦，然后最后就是可以把前面弄漂亮一点。好，那 email 跟 address 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呢他们会显示在你的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哦，我们现在存档的时候它会记录说，所谓的存档是指 commit 啦，就是指记录你现在这个专案的状态齁，就是它到底程式码是长什么样，这样就是这时候它存档的时候，除了你可以提供一个讯息以外，它还会记录到底是谁改的，然后 email 是什么东西齁，然后我们在 Git 里面常常会看到齁。好，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需要设定就是 auto CILF， 然后我们把它设定成 input 齁。好，有没有人，算了不要讲这个好了。Windows 的行尾 EOF end of line 是 CILF0D0A 啦，然后如果是在 Linux 上面的话只有 LF 而已，或者只有 CR 忘记了。那所以说我今天在 Windows 上面写程式的时候，我的行尾跟我在 Linux 上面写的程式的行尾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版本控制系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行尾的问题的话，那你会很头大，所以这种问题交给 Git 来处理就好，所以我们需要设定这个 Auto CILF。 好，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 UI 把设定一点，我们一个来。email address 可以是假的，那请大家执行这三个步骤哦。颜色是不是真的是？如果我们只有复制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确实设定好了呢？我们如果只复制这个前半段，有补 value 的话是 set， 没有补 value 的话是 get 哦。我们看到我们的名字是 root 嘛？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设定好了。可以把那个应用程式往上拉一点。应用程式往上拉，好。抱歉，谢谢同学跟我讲哈。paste。这样我们就表示我们这次是都设定好了，我都设定完了，大家应该也都设定完了。好，接下来不需要知道这行是什么，这行我们之后才会介绍到底在干嘛。不过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要讲里面，在这个专案里面 create 一个 commit。 好，然后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要改你的第一个 commit 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哦。如果你第一个 commit 里面有什么错的内容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超困难的，你很难去改它的内容哦。所以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create 一个假的 commit 放到这个作为把它变成我们的第一个 commit 哦。这样子，我们原本的第一个 commit 就变成第二个 commit， 我们要改它的内容就比较容易哦。这有点像是我们在做 linked list 的时候哦，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是存一个变数，然后指向几个 struct 嘛。可是这样子只是增加我们 implementation 复杂度而已。我们如果那个 linked list 的第一个东西也本身也是 linked list 的一个 struct 的时候，我们虽然会浪费一点记忆体，但是我们的结构还有程式方面比较干净哦。好，这是额外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create 了第一个程式码以后，来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哦。先执行程式嘛，听到 ？Go， 好。好，对了，啊，对，忘记讲了，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按 Ctrl L 把画面清干净哦。
那我们再贴上一次。好，好。哎，我先回顾原本状态，因为档案已经 create 出来。各位同学看到应该是要这样子哦。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 unbranch master， 然后他说没有东西，然后我们 echo， 这是反正这个大家不用去理他，总之他 create 一个档案叫做 readme.markdown， 然后里面只会有一行叫做hello world， 然后因为多了一个新的档案嘛，然后我们原本按 status 的时候 hit status 的时候，我们什么档案都没看到。可是我们 create 一个新档案以后，再一次 get status， 它就跟看到所有档案同的哦，表示 get 真的有在做他在做的事情哦。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现在走一下。有没有人有问题要求啊？有了吗？有是这样，表示对，因为有新档案嘛 ，get 整出到一个新的档案出来。哎，有问题啊？然后叫我们。没有这个，如果没有打的话，就是我们非常难改。觉得这等于很奇怪哦，不过这等于后面真的没东西哈、哦。
都就是都有的人卡在这方面，我是算的。本来卡多考就是在你们自己去，就是去往你们自己学校架一个 FTP 是放 CDU 的东西的吧？之后再讨论。好，那继续喽。有一些同学没有办法成功的装好 CDU 的 setup 哦，应该是因为我们 DDoS 台大的 FTP server 哦。那这些同学，我先道歉一下哦，不好意思哦。那就请你们跟周围有可以做。可以照 process 做下去的同学一起看一次，不好意思哦。好，那我们要自己工作。我们看到说，我们开了一个新档案 ，bit 就侦测到了，你有觉得人生突然变得好像很美好了吗？好，继续了哦。对了，我们可以看这个，这是一个比较短、可以比较干净的指令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其实很长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这样贴上，那可以看有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问号表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是信追踪到的档案，就是这一行指令。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档案改好了哈，我要跟 Git 说，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你可以这样跟他讲，就是跟 Git 说，我好像准备好了，复制。然后我们贴上哈，好。我们本来是红色的嘛，对不对？按 status 的时候本来是红色的，然后就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用 git add 选了这个档名以后，它就变绿色了。是在跟 git 说，我现在快要 commit 哦，帮我准备一下，它就把它变绿色的哦。你看它，它原本是两个问号哦，它变成 A 哦，这表示说它已经准备要 commit 了哦。commit 的话，就是真的变成历史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只是在准备而已。那我们如果反悔了，我们不想要把它放到，不想让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子啦。好，那就行。它是从绿的又变成红的了，那变红就是 git 是不理它的哦。好，那注意哦，这个 head 必须要全部都大写哦。它指的是说呢，我们目前的 commit 的意思哦。好，那你好，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到底 head 还有什么东西神秘的功能哦。好，那我们来看 git log 哦。Git log 就是可以显示出目前我们的历史里面到底有哪些记录哦。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 create 一个没有描述也没有内容的 commit， 所以我们按 Git log 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commit 嘛，对不对？这边这个东西叫 hash， 大家的 hash 可能会不太一样哦，它是基本上就是 SHA-1 啊。好，然后你看这个是比较干净的结尾。可以显示一个比较干净的版本哦。你看，这是比较干净的版本哦。好，先不要管这些东西在干嘛，但这个也是 hash 哦。好，还有就是我们在 git log 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这边有个星号哦，这表示说我们有一个 commit 哦，那一行是一个 commit。那如果我们有两个 commit， 多一个 commit 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是上面是新的，然后下面是旧的，它会这样子排行，它会这样子时间从下面这样子往前往上哦。好，好，然后我们还可以看看到底某一个 commit 在做什么事情哦。来，我们来看，目前只有这个嘛，对不对？来，我们试试看哦。对，这是我们原本的那个讯息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 commit 到大概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哦。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
我们现在只是稍微知道 Git 的 show 到底可以干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更清楚明白的了解 Git 的 show 到底在干什么。好。然后这边我们打 Git show 加上一个 hash 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加 hash 的时候，它就显示你的 head 哦。好。head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解释一下好了。Head 其实是这样，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的专案改了无数次哈，它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直线哈。好，那 Git 提供我们的功能是可以在历史之中任意的穿梭。那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 commit， 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head， 全部大写的四个字 HEAD 哈，这就是你在历史中的哪一点，它就是 head。接下来我们真的要手动 create 我们的第一个 commit 了哦，就是照这个步骤来哦。我们刚刚提到过说 git add 就是跟 git 说，git 帮我准备一下，我要 create commit 了哦。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个 git add 嘛，对不对？这样我们才能接着 commit， 对不对？好。然后 status 跟 log 值让大家看看到底它的状态的变化，还有 commit 是不是增加了？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它是红的嘛，对不对？那我们 status 它照道理说，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档案变绿的嘛。进 log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 commit 本来只有一个，所以在这里这个指令列出来应该只会有一个。那我们 commit 就是这个指令以后呢，开始如果大家这写专案在做专案做专题的时候都是用 git 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用到这个 git commit。commit 的指令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过，我们在储存历史资料的时候，我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指令一个讯息哦，就是注解嘛，然后我们最后看到它的结果真的改变了吼。来，我喽，请各位同学眼睛睁大。好，来，我们看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add 以后 status 是不是看到确实是变绿的？然后接下来是 git log， 它确实只有一个 commit 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 create 一个 commit 哦，然后再按 git status， 那个绿的东西就不见了，被 git 吃掉了，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按 git log 的时候，你看多两个 commit， 对不对？这讯息 add repository info， 这是我们刚刚给的讯息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 commit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 git show 对不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了嘛？两三张图影片之前，我们提到 git show 每一行是在做什么？来看哦。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有个档案叫做 readme.markdown， 然后里面就只有加是指绿色的就是增加，然后它前面也会附一个加号哦，增加了一行叫做 hello world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 git show 实际上是可以显示某一个 commit 到底改了哪些东西齁。那这边让各位同学看一下齁。
有没有人觉得太快了请举手有有有好我放慢一点我接好太快了奇怪到底是做什么